Hot.
有没有看见一男一女经过这儿？就是他们刚才把我撞倒了，你们又把我吓了一跳。哦，他们从哪条巷子走了？他们是往那边走的。嗯，啊，回头找你啊。啊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！讨厌你！ 玛丽，玛丽，你来做什么？哟，生气了？哼，生气关你什么事儿？玛丽啊，我今儿个白天确实有事，现在向你赔罪啊。 谁稀罕呢？你那条项链是送给谁的吗？这个什么配这个呢？这个不行啊！明天我另外给你买一串。好啊，有现成的你都不给我，你说你给谁？ 你给谁？哎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宝贝儿，我还会给谁，还会要谁呢？啊！好，给你，给你。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着急，万一他们找来了，那就糟了。哎，怕什么？ 凭他们这几块料，还不放在眼里？你练过武吗？那当然不怕了。
可是我怎么办？ 这倒是个问题。 我要上班。 哎呀， 你真糊涂， 我们应该去报警啊。 好吧， 报警。 我们亲眼看到， 就在此地杀人的。 不像杀人的现场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好。报警，老大，我们怎么办？哼，要问你们两个了，像你们这个样的，把人都给追不见了，哼，你们还混什么？ 接着。
去拿狼的好了。哎，老赵，那件事你得想想办法。嘿，没什么好想的。 那车修好了没有？啊？喂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啊？喂，德柱，电话。哦，来了。 是，什么？啊，啊，啊！你还没修好，我们等一会儿。是你这车我知道，你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舅舅，慧珠说家里有事，要我回去一趟。哦，你去吧。哦。 怎么回事啊？我，哦，对不起，门外有人要杀我。什么？有人要杀你？那你抱着我的下女干什么？不，不是我，是他。撞了。是我把他给撞倒了，所以。啊。
我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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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Hey!
Thank you.
小子，你装死啊！扔给他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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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楼下门怎么搞的？我们下去看看。好。见鬼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 才回来，还不给他们缠住了吗？哎，那个人呢？走了吗？你看，差点把我吓死了。他们知道这儿一定会找来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走。到哪儿去？我送你到舅舅家去暂时避一避。我看还是明天一大早走吧。 免得又给他们发现了。好。饭桶，你们都是饭桶。 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杀我们。哎，哎，走。哎，赵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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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舅舅在，走。舅舅，怎么这么早？什么事啊？舅舅，我们要到您这儿住几天？是不是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件事？啊，是啊，舅舅，现在人都追到家里来了，每天在门外守着。好吧，到屋里去谈。 舅舅，这两天我不能到工厂去，是怕他们找来，给您增加麻烦。我倒没关系，不过这件事，您应该向警方报案。舅舅，没有用的，他们根本不会相信。那就讨厌了，这些坏蛋是不会放手的。 房东太太，赵先生他们在不在家？赵先生啊，都在家，出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跟太太一块儿出去的。走了。啊。哎，询问找谁？德柱在不在？德柱，他没来上班啊。 除了他家里以外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？我们等一下好了。哎，咱们要沉住气，这回可不能漏了。那当然。哎，你们到这个地方去找找看。哦，谢谢你啊。 德柱啊，有两个人要找你，就是他们。啊，舅舅，舅舅，你看，这个人像杀人凶手，你看是不是他？是像那个杀人的。好，那你们到电影院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好，那我们马上去。啊。 那天我看见了，原来是在拍电影啊！是，不过奇怪，为什么？我们走吧。 好啊，我们回去告诉舅舅。嗯。
怎么搞的嘛？我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走吧，快点回去告诉舅舅去。舅舅啊，舅舅、哎、你们去看的怎么样了？不是杀人，是拍电影啊。哦，那就好了。我们看见的跟电影上演的完全一样啊。舅舅，我看不对，是拍电影，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呢？那电影里有没有你们两个呢？我们没看完就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看完呢？说不定后边还有你们呢。舅舅，得住。嗯，现在没事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舅舅，我还是不懂，是拍电影，为什么要追着杀我，还把我从楼顶上给扔下来呢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人家不是用棉花车在下面接着吗？舅舅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多住几天吗？不了，得住，走吧。嗯、啊。他活着就别动，乖乖的跟我们走。出了楼子了，不行，我们到马里家，走。嗯。老大，那边出了问题了，所以我们赶来问您。我知道了。啊。哼，看你们不像干这行的，想不到也会抄黑路走小道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啊？想活着出去，就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。你是说珠宝？珠宝？嗯。你们电影都拍完了，哪来的珠宝？妈的，真会做戏，拍电影。哼哼，嗯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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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放开他可以，不过先把东西交出来。你，你这个死鬼，你可没有良心！你碰到好事啊！这是干什么？人家问我，他在我家里当着你们的面前抱着一个女人，你不管，哎，你算什么老大？ 你这项链是哪儿来的？是他给我的。啊，原来是你干的。老大，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？我去拿，我去拿。看着他们。 现在没有我们的事了吧？可以放我们走了。走，不行，我不能留你们活着给我找麻烦。哎，啊，嗯，嘿，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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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，好。 Oh!
Yeah.
娘，哎，哎呀，好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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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y!
当初你们两位所报的杀人情况，经过我们调查的结果，实际上是拍电影。为了保护你太太的安全，以及追踪年初皇后珠宝店抢劫案的线索，特地派他来监视。同时，对于两位所遭遇到的威胁，我感觉到非常抱歉。 谢谢两位在无形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谢谢二位。